双双快快，哎，龙儿里个龙，里个龙儿里个龙，上上下下，前前后后，左左右右，几人聪明，几人呆，哎，哎，龙儿里个龙，里个龙儿里个龙，说说笑笑，吵吵闹闹，恩恩怨怨，啥叫聪明，啥叫说话。哎，五哥，你咋来了？啊，这不是路过。正好，我打你一段，走啊！不用不用，不用。你有事儿啊？啊，没什么事儿。哎，怎么着？听说你和侯三儿天利市场吵起来了？他也配啊？哦，都说小木匠要走。该走的人留也留不住，走就走呗。哦，这么说你是打算彻底留下了？哎，我压根儿没打算要回去啊。玉柔，上车吧。哎，就走。那咱们你先走吧。李总，哎，李总今天听我的，让你走走吧。那你先回去吧，明儿还是钟姐来接我啊。那好了。咋了你？哥，他这两天心里特烦，就想找人聊聊。所以你就找上我啦？嗯？哎，五哥，你说咱们俩啥时候成为好朋友的？是啊，咱们俩什么时候成朋友了？哎呦，我的大哥兄，你怎么刚来呀？什么刚来啊？不还没到点儿吗？你看这表几点了？差两分钟了。差两分不还是没到点吗？好，没到。张武呢？他说他今天不来了。他今天不来了，那你让我来干嘛？哎呦，我大哥兄，你可别走啊！你走了场面我怎么交代啊？我都不。你能给我签个名吗？哦。哟，你怎么改名了？
哎，怎么你不叫于汉章了？他签的是张文呀。我以前就叫张文，我后来是张武，偏让我改成约翰章，他说这样有点像打网球的，我就不，自从叫约翰章以后，我就心里特别扭，我从今天开始我还叫张文，不叫约翰章了。笑什么呀？你说咱俩咋走到一块儿来了？这要是让天地市场里的人看见了，罪过可就大了。怎么了？你想啊，最无情无义的我和最贪心黑心的你，不正好是一对儿吗？哎，嗯，特像电视剧里的人是吧？嗯，其实啊，你这人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坏。其实啊，我也了解你。你呀，不，你这丫头吧，也不像人想象那样。我就是想干出点事儿来，你们北京人能干的事儿，我们外地人也能干。谁说你不能干了？可是要真干成点事儿也挺不容易的啊。五哥啊，其实你也不容易。我嗯还行吧。还行啊？行啥呀？你行行，人家也花给你吹了，还行啊？不，这你也知道？那天地市场里谁不知道啊？其实这事儿啊，我也不怪他，怪我自己，谁让咱穷呢？我这个人有个倔劲儿，你不是这样吗？我非那样。哎，我这点跟你特像。哎，是吧？嗯。是。我是想人活着就得干点事儿，你说我吧，现在挣钱，玩命挣钱。这么老多钱干啥呀？你看现在哪儿不用钱，将来哪儿又少得了钱。就说我爸爸天天弄那破葫芦，一天能卖几个钱，指着那个能过日子吗？再说我哥张文脑子又有毛病，现在连正常人都下岗，他今后怎么办？好在张文还有点特长，他会唱两句，哎，赶上这波人他就爱听。我是想趁着机会让张文多挣点，为他今后好有个打算。可是别人呢都说我拿着张文黑钱，别人说也就罢了，我爸也这么说。哎，你说秀花，我是拿我哥黑钱那种人吗？哎，那你把张文挣的钱都交给你爸不就得了？这样谁还敢说你？秀花，那就坏了。咋了？把钱给我爸，回头他就把它发展成葫芦，我们家就成了葫芦店了。怪不得你爸跟你闹呢，闹了半天那些钱都扣在你手上了。啊，哎，五哥，我听说现在唱歌的都挺能挣钱的，那张文是不是也给你挣了不少钱啊？嗯，挣了点呗。那你打算把这些钱都派到啥用上啊？
害他啥用啊？啊，我答应我的打算了。啥打算呢？你能告诉我不？你比如说，赶明儿，秀花小姐向我借钱，说五哥，我给你借点钱，我啊，就把钱都借给你。明白啥意思不？吃你的高利息啊！哎，闹了半天，你是在憋着黑我呢你啊？我现在逮一个黑一个。咦，我才不信呢，你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。哎，嗯，你说咱俩走了半天，越说越有共同语言了哈。吧唧吧唧吧，我摔了大马趴，不是走不稳，是因为路太滑，喊了一声爹，我叫了一声妈。我爹出了门，我妈不在家，只有我奶奶出来把我拉，拉拉拉拉拉，拉拉拉拉拉，拉拉拉拉拉拉，吧唧吧唧吧，我奶奶也摔了个大马趴。让东屋的虎子打了哈哈，让西屋的妞子看了笑话，你说我这人傻不傻？就因为我摔了大马趴，你说我这人是傻不傻？到了，五哥，上去坐会儿吧。别了，上来吧。上，你上去吧。那我上去了啊。哎，哎，我这有时候你在呼我。哎，路上黑，慢点走啊。没事。嗯，我上去了。哎，你们别鼓掌了，我这首歌没唱完，我对不起你们。我还是说两句吧。以前我特别喜欢唱歌，我张武也喜欢让我唱歌，张武就是我弟弟，他可喜欢让我唱歌了。来到这儿以后跟你们一唱歌，你们也喜欢听，所以说我特高兴，你们鼓掌我更高兴，但是现在听你们鼓掌不太高兴了，好像你们鼓掌给我起哄似的。我原来都是张武送我来唱歌，他就在底下看我，我就觉得有主心骨，现在他不在这我都唱不下去，他也不给我歌单，每一次都是他给我派歌我就唱，现在我就不知道唱什么了，我不太高兴了。张文，你为什么不高兴啊？跟大家说说。我也反正我就觉得难受，我觉得难受，我一难受我也知道你们也难受，但是你们难受我管不了了，你们爱难受不难受啊。看电视，老看我干啥呀？哎，我发现啊，嗯，你对我是越来越有吸引力了。又来
不是你这人怎么老跟抽风似的，一阵一阵的呀？哼。哎。啊。送你件礼物。送我礼物？啊。你送我啥礼物啊？给。啥玩意儿？以后在家穿的随便点，舒服点，啊。这可是最好的啊。哎，你摸摸，这衣服多柔软！干啥？啊？哎，我说，你买这里衣服，大买在行的哈。其实我这人特有品味，燕莎买的。哎，这种衣服，我咋好穿出来啊？呵，怎么不能穿啊？哎，你干嘛换的吗？在家里穿，给你一人看。这是看电影。你想的倒挺美的。看电影看杂志还得掏钱呢。都比较好。别提钱啊，这一提钱就没劲了。我哪是穿这种衣服的人呢？玩别的衣服我不知道，这件衣服你穿上准保特棒。你在干嘛？哎，你洗个澡，我换上。快拉倒吧，这么透，你不就想看人家光屁股？这洗澡去了。这有什么话？是那个打伤我眼睛的人留下来。我再让你咬，怎么了？再让你咬。哎呦，刚睡着，有蚊子。不是都能给弄好了吗？你弄的这叫什么呀，都开了。哎呀，你说你睡觉也不老实，乱蹬乱抓什么呀？嗯，金蹬又金踹，金拉又金拽。哎，你轻点，爸累了一天了，别把他吵醒了。这他妈也粘不上了。谁说不是呢？你胶布粘怎么能粘上？要是妈在的话，就给缝上了。你想妈了？嗯。你还记不记得妈临死的时候？都不能说话了，跟谁也不说话，只有我去了，他才抓了我的手，他就流眼泪了，就哭了。好了，哥，别说了啊，不说了，我就说，妈那时候对我可好了。上市场给我买带鱼，回来给我做鱼汤拌饭，我可喜欢吃了。现在你带我出去吃的都没有原来那个味儿了。好，我给你缝上。别哭。哎，你要学妈呀？啊，能缝吗？行。我记得妈是这样缝的，对吧？傻帽吧，那个线呢，尾巴上应该系个大疙瘩，要不然就秃噜了。我傻，我记着。从上面缝。你要笑什么呀？我觉得你特别像我哥。小的时候我就这么觉得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那个人家老欺负我，后院那个小五子，他那天打我，你拿
着砖头上去就把他脑袋给开瓢了。当时你吓得呀，说他要得破伤风，我就上去照着他流血的地方吐了好几口唾沫，后来就没事了。你记不记得？哎呦，你看你怎么了？你醒了吗？我给你坐坐，我给你坐坐。行了行了，脏脏。对不起，没事儿，哥，这活儿应该是女人干的，是吧？嗯，咱家就是缺个女的。哎，你说，咱家要来个女的怎么样？好啊，谁？我也不知道，都随便说说嘛。那华不是跟你吹了吗？哎，你说绣花怎么样？好啊，我喜欢。我现在第一喜欢绣花，第二喜欢爱华。哎呀，你瞎掺和什么呀？有你什么事儿？我没掺和。那个绣花不是农村的吗？农村现在都能买媳妇儿，那我就用我唱歌的钱把她娶过来。哥，我告诉你啊，不能胡说八道，以后见他你尊重他啊。我没胡说八道。爸行了。没有，小点声，小点声啊。我没胡说八道。那个我喜欢绣花，我他花我的钱我不心疼，他就是把我所有唱歌挣的钱都花了我都不心疼。这里边没你什么事儿。你也想娶她？哥，这个不能谦让，就是亲兄弟也得明算账，知道吧？行，那我就把我唱歌的钱都给你，你去把他娶来吧，谁让我是你哥呢？又胡说八道。行，我没有胡说八道，如果你娶爱华把绣花让给我，我就不胡说八道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给你缝好了，睡吧。你这缝的什么呀？还不如让绣花来给我缝呢。好了好了，我这都是使点劲儿好吧，你真犀利。我还不使劲呢，谁不使劲谁孙子。我用你可真不容易。哎呦妈耶。哎，你猜怎么着啊？你也甭说啊，这瘸腿牲口就是不好用啊。哎，我说你还怎么说话呢？哎，啊，对，不当用不当用。哎，我真应该找根针，嘿，把你这张臭嘴给缝上。那干嘛呢？不是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把我这嘴缝上，我告诉你，大鹅到时候得跟你急得，还跟我急得着吗？你瞧，不急怎么着呀？啊，你把我嘴缝上，到晚上我们怎么亲嘴啊？要从你这张嘴啊，哎，跟那鸡屁股似的啊，逮哪儿拉哪儿，使劲！哎哎哎，等，使劲啊！哎，行，使劲呢！哎，我当你使劲！哎，使劲，走，你也使劲劲啊！使劲啊！哎，使劲！这他妈都快累死我了！嘿，哎，嘿，嘿，给我反坏是吧？反的吗你？反哪了您了？走！哎，我说你怎么别推搡着？别笑我推什么这他妈这么沉？我不是健全人，你知道不是？沈先生，你放哪儿？放！哎呦，我说你们这干嘛呀？哎，啊？干什么？这是沈先生新买的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哎呦，我说亲爱的，人家家的事儿凭什么让你知道啊？小姐，什么事儿啊？哦，太太，是这么回事儿，先生啊买了一个大长桌子。光听声儿，小娘们够嫩的。哎，合着你没见过呀？我没进去过呀。是不是特遗憾的？
就小户人家出身，没见过世面，没规矩，知道吗？人家的内卷，你能随便瞅去吗？你说，呦，好像你是大户人家的少爷似的。那你还甭说，你猜怎么着？听我们老爷子说啊，我们家祖辈儿在前清的时候还中过状元呢。那我们祖辈啊，还当过宰相呢，你信吗？你跟我这砍是不是？砍什么呀？那什么时候事儿？那是很久很久以前啊，就是咱们人呐，还是猴的时候。嘿，我说你骂我是不是啊？啊，怎么着？小人不敢。真是，太太说了，让你们把这个放在墙角这儿。哎，得，行，轻一点啊。哎，好，您请好得了，好嘞。大艺术家，你用眼出去啊？哎呀，没想到吧？啊！哎，我说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那你说我应该在哪儿啊？你应该在你们家地里啊！哎，你说你这整天不务正业的，到时候你吃什么呀？谁说不是啊？哈！正因为家里没得吃了，所以我才在北京四处找你啊。找我干嘛呀？找你干什么？还钱呢？嘿，你给我放手，我喊人了啊！喊人？好，你喊吧。喊呢？你是不是当我怕你喊是吧？如果你要不嫌寒碜的话，我就把你干的那些缺德事儿都给你喊出来。让大伙都听听。哎，行，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今天确实没带钱，要不明儿你就在这儿等着我，我肯定给你，行吗？你拿我当三岁孩子呢？啊？那你要怎么着啊？反正我今天也没什么事，你走到哪儿我跟你到哪儿。哎，你什么时候把钱还给我，我什么时候离开你。那我要不给呢？哎呀，那好，那咱们可得找个合理的地方去。哎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别忘了，你非得我的证据还在我手里呢。哎呀，我说你又糊弄谁啊？啊，非礼那个东西要是管用，你早把我弄进去了。非礼。什么是非礼我早就打听过了啊，说句脏话算非礼啊，调戏妇女算非礼，这年头这都算个什么呀？反正啊，你这号人公安局又得管。哎，你既然这么说，我这个酒糟鼻子不喝酒不能白担了这个名声是吧？我也对你非礼一次，我也尝尝新鲜。没你，哎，这算非礼吗？当然算了。那好，那你就记住吧，胡大宝对你非礼一次，记住。你到底想怎么着啊？哎呀，不怎么着，也不打你，也不骂你，就是臊着你。哎，甩你一身大鼻涕，就是腻歪你。你还钱吧，还钱了。我跟你说了，哎，你走到什么地方，我跟你到什么地方。哎说这位啦啦啦啦啦啦，我是做生意的导航家呀，天风下雨都不怕呀，只要兜里有了钱啊。说正经的啊，我人沈先生出手可够大方的，嗯，都没跟你还价。那啊，人家什么人家啊，跟我还价，我告诉你啊，他要跟我还价我不寒碜啊，寒碜是他。哎，5000这比你挣的可以的。嗯啊，一般般啦，还一般的。哎，你猜怎么着？我这600块钱
从大兰那儿买来的。是啊，当然了，也搭了几天工，赚了也就这个。可以了你，4000块吧。行了，嗯，可以了。哎，我给5000块钱怎么样？别别别，我说，我这趟车出的啊，挣不了这么多钱，啊？这不光是你车份和你的工钱，还怎么样？你忘了上次这个修车的钱？哎，我说你嘿，还记着这茬呢？咱哥俩谁跟谁啊？啊？这人真是，不是那会儿满世界追着屁股跟我要账的时候了。那事儿都过去了，您别老提他了，成不成？啊？得，谁让咱俩是发小呢？那没错。哎，我说啊，赶上你还卖什么菜呀？我不卖菜干什么去？跟着我呀，跟着我干呢，对吧？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啊，打明儿起这辆车没有，咱不算专车了。那算什么呀？赶明儿咱有了钱，咱加轱辘，咱换辆汽车呀，把它给停了。好啊，多派你说说，啪一开啊，派。可是你说。你要跟着我干，我总得给你安排个名分呢。啊，哎，停停停停停停，别有什么职务什么的。停，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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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还是我登的，我瞧你在这，我瞧你登他老走着神儿，待会把我车给撞了。谢了吧您啊，真他妈抠门你！蹬一会儿车，你说你还坐着？哎，车。快点！哎，你说啊，要凭咱们那关系，我怎么着得该安排个副总吧？那没错啊，那没错。可是您瞧您那点学历吧，哼，咱哥俩啊差不了多少啊，谁甭说谁。对，当然主要还得看能力啊，看能力。跟您说得了，我这人呢，条件不高，嗯，只要比我卖菜强，那就成。你瞧你说的，肯定比你卖菜强，嘿嘿，那就成了。哎，我说，嗯，咱们说真格的，嘿，您这账我什么时候拿下来呀？啊，没问题了，啊，这回绝无问题。是啊，上次不是说了吗？啊，嫌我注册资金不够。对啊，这回咱不是够了吗？嘿，行，嘿，你还别说，过去啊，我真小瞧了你小子了。你瞧你。拿豆包包干干粮是吧？没那意思。哎呦，赶紧走吧，咱们。妹妹在前面走啊，哥哥跟后头啊，看你什么时候啊能够走到头。哎，妹妹你没出去呀，不敢往家门口。哎呀，只要你把钱还给我，咱俩就分手，咱俩就分手。不是你有完没完啊？有完呢。哎，你有没有完呢？我这不给你找钱去呢吗？那你去啊。哎，我拿到钱以后，我在这连多一分钟我都不待，啊，多待一分钟就算我非礼。讨厌。我这股子认真劲儿一上来，别说你呀、啊，就连我自己都讨厌我自己。到了，就这儿。哎，这不是商场吗？我一朋友在这卖服装，我不是给你借钱去吗？啊，那你进去跑了怎么办呢？嘿，就这么一个门，我能飞了呀？你盯着不就得了？那行。那你进去快去快回啊，你啊在这儿等着，我要不出来、啊、你可不许走。哎，好好，哎，记住了啊。哎，记住了，咱俩不见不散啊。吓死我！
你那个经理朋友借给你钱了吗？这个土老帽啊也并不都那么土啊。那我说你怎么知道这有一门啊？啊，这商店我逛过几次。那你刚才怎么告诉我呀？咱俩都吵了小半天了，我呀想让你高兴高兴，别老那么绷皮拉脸的，我看着也不舒服。烦人劲儿。还钱呐、啊，那个还钱呐、啊！哎，我可告诉你，这到我们家门口了。到你们家门口怎么着？你有能耐就在这儿等着。我等你，有什么我就等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哎，张武。哎，跟着我。你不是卖佛头那小子吗？你们俩怎么混一块了？你说。你们忘了那胡同口？哦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那个唱歌他弟弟吧？你丫真孙子，我都把钱借来了又跑了，什么意思啊？可别提了，咱们俩的买卖如果要是成了，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多麻烦事了。你呀、啊、就是财迷心窍啊。你不财迷是不是？不、啊、你们俩怎么回事啊？我被他骗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他把谁坑了你，你找谁去？就是老讹着我呀、啊。就是你坑的我呀，我不找你找谁啊？我都跟你说了100遍了，是那顾导游的主意，是他骗的你。我也跟你说了，哎，你把那个姓顾的找着啊，找到他你就走。不是，你带着他找顾导游不就完了吗？我不刚闹翻了吗？上哪找他去啊？我也不管你多要，哦，房钱、工钱，你给我3000块钱就行。多少？3000。3000块钱，我一时半会儿哪找那么多钱去啊？那我就管不着了。张武，你说怎么办啊？赶上这么一号人。不、啊，钱的事我有什么辙啊？没谈吗？哎，对了，哎。你们俩不是认识吗？我们院的。你看一个院的是吧？兄弟，你看这么着行不行？大兄弟，你先借他点钱，你们俩就没那交情。你看有了初一就有了15，你这次把钱借的，以后不就联系上了吗？是吧？嗯。啊借我的钱吗？嗨，什么肯不肯啊？现在都火烧眉毛了，我不得先给他打发了吗？要你先借我，完了我带着利息还你。咔咔咔，这还带利息的？那就说定了。我看，要是三头路好的事儿，我看就这么定了吧。啊，不是，道理都对，我也没钱，我还惦记着。给谁借钱呢？什么人呢？这个呀，你带回去。张大爷，我不要。让你拿着你就拿着。你呀，跟这里头也混了这么长时间了，带回去是个念想。我不要，拿着。让你拿着你就拿着。张大爷。您是好人，得有你小子这么句话，咱们爷俩就算没白交。刚到这市场的时候吧，我觉得这儿的人都挺怪的，可这处长了、啊、我觉得大伙都挺好的。你呀太实了，这大城市里头你混不了。我就不信在老家踏踏实实的就不能干出个样来。嗯呐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大爷您先忙着，我去看看三哥。去上那边看看去。三嫂，三哥呢？
出去了，一会儿能回来，干嘛呢？你这是干啥呀？三哥平时对我挺好的，这是我一点心意。你给他买啥烟呢？也不是啥好烟。哎，你这是干啥？你要走啊你啊？真的要走啊？我就是来看看三哥。哎呀，哎，累死我了，累死我。你看，他给你买的烟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啊？三哥，我要走了，回老家。这一位小娘们是吧？你说你至于吗？啊？老弟，我是正想告诉你的，就咱们这大篮子家收那条啊，我刚给卖出去了。俗话说得好，万事开头难。你说咱们这多好的开头啊！你还怕往后日子不好过呀？不是，你是怕我侯三真的跟资本家似的，当伙计使唤你是吧？不是，你还觉得跟着我侯三干没出息？啊？不是，三哥，都不是。我想离开这儿，这儿太乱，我心里都烦。接个短舞的，啊！四哥，我忘不了你。你可千万别这样，就我这人都见不得这个。你瞧瞧，你瞧瞧，哭什么呀？走也好，眼不见心不烦。啥时候动身？等一会儿，市场关门了，我再走。越说越没出息，你又没偷谁，没摸谁的，光明正大的来，光明正大的走。哎，老少爷们们，小牧人要走了，大家伙都送送。怎么走 啊？走啊！都送送。我帮你拿。送送送送。来，走走走。往哪儿多？门口有几个车。路上注意点啊！慢点，慢点，路上注意点啊！我走了，三嫂。哎，来，你帮我拿一下。哎，我先给他截个车去啊。哎，小木匠，小木匠，我到家给你来信啊。小木匠，拿过来啊，小木匠，来，带上他，能保佑你。三哥。谢谢你，谢谢大伙，没谢，没谢。你能玩来啊？有空来玩啊！天林市场来，有空还上市场来啊！不吱一声就走啊！你又看不上我，你说啥呀？人心都是肉长，你可真是的。给，拿着。你这是干啥呀？我有钱，我不要。你有是你的，穷家富路，带着。我这人啊，有时候说话不好听，可那都是为了你好，别往心里去，听见吗？路上多留点神，外面人多，
注意安全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亲相近，亲相远，人为。小时候，我的妈关怀地常对我说，吃饭时吃多了就要上火。爱我那时候家里穷，我老是很饿，嘚儿拿过一会儿拿呀一嘚儿呀，我嘿肚皮老人言，只长大了，我才知道这才是真的爱我。这世界充满了各种诱惑，好吃的东西并不都有营养，一点月也长着罪恶的金苹果。实在太多，买股票买房子还有汽车，欲望将自己人总是寒饿，吃多了要上火怎么了得，嘚儿拿回一会儿拿呀一嘚儿呀嘿，余生活有什么